为了100%的成绩，就要付出120%的努力，这没什么奇怪的，对吧？幽兰戴尔前辈，他就像一道信标，是不灭之刃的大家追求的方向。心灵和肉体一样，需要持续不断的养料支撑。所以，最近有什么好看的漫画吗？如果不能完成目标，制定计划就没有意义。我，还能加班。